百感交集，最近嘛，你知道台湾不是很平静，然后就觉得有的人就很轰轰烈烈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悲从中来。好了，然后开心点，换个话题。对，最近有一些孩子们正在就是台北车站附近进行一场孩子的大冒险。对，然后下面一首歌也是送给孩子们的孩子的大冒险。该说什么呢？今天好像好像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讲太多关于那些事情。那就是大家有空逛一逛啊，就是也可以去支持一下。对，就是孩子的大冒险，好尴尬啊。我们懂，你们懂哈？就是你知道，大家加油，就很试着想要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，可是没有在说政治啊，从头到尾都没有。我们在聊音乐，我们聊音乐。对，有一些孩子们，然后一些孩子们在做自己的专辑嘛。对啊，然后像贝贝他们在发做自己的专辑嘛，有没有贝贝那么老了？然后我们就说学长，因为是学长啦，就是学长。我觉得你有点不可以这样。世界我最喜欢你。然后所以。然后你喜欢我，然后所以我每次上表演都一定会得罪人的啦。你真喜欢谁家？然后所以大家请多支持妹妹，他们要准备新专辑了。我看到他们的讯息，看他们的一些动态，就是大家请多支持，他们真的很有趣。我说音乐上面真的非常的有个性，不要以为我都在酸别人，你们。觉得我在讲原话，你个人特色太鲜明了，可能你讲出一些话，我们可能就会误解。对，我每次要称赞别人，好像都会被误会。没关系，坚持自己做对的事。You are the best。对嘛，只要对，坚持做对的事，为什么还会被骂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下面这首歌啊。